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。哎呀，杨子，杨子，杨子。我们终于见面了。哇，我们终于见面了。对。你不要吃你自己的东西。你们看 Yuki 跳舞尴尬的样子。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李。啊，看到吗？其实有点不一样。你看，我在一个车水马龙的 highway 上面拍开场。为什么我今天这样特别在那边拍开场呢？其实原因很简单，也就是我跟他在家里忘记录了开场，所以我在出到一半的时候想到我来拍。OK 啦，今天是一个美丽的星期五，刚好我们酒后在今天结束了 MCO 2.0 也转成为 CMCO 啦，所以 Yuki 呢就找我们出来一起拍摄，又要拍他的野外主食哦。终于有出来拍摄了，讲真的，我很久没有看到他们了。Yuki 打给我跟我讲的时候，我一听他的声音，哇，我感动到流泪呀、啊！我操！看一下今天有什么东西好玩的啦。那么久没有一起见面，没有一起回归啊。OK， 现在我们飞到边疆中头，我们就过去那个地方干门面了。OK，Let's、okay? see go。哇！终于到了，那时候风的时候呢，这里是完全来不到的。下来到这个地方，我突然觉得有点莫名的感动，所以我觉得哪里可以不拍 vlog 哦，我老哎，感觉像重见天一样，重见太阳一样，不管我，回家洗手。Yuki 呢就跟我讲了哇，来这边吃点好的，结果我讲 KFC 面了。我看一下 Yuki 有没有在 ，Yuki。Yuki， 喂，他们人也在那边呢，我被骗掉哈，我老是这样子突然间的被 prank 了。好了 ，Yuki 哪里？是我们喝水那边。哦 ，OK， 我再过去哦。被骗掉，哇，你还没讲真的，我都已经忘记他这些地方是在哪里了。A few moments later。哇，我绕了一大圈，我终于找到这个地方了。妈的，我几久没有来哟，我已经忘记到完了。哇，我现在有点紧张哎。看到了，看到了，哥，好久不见。哎呀，杨子，杨子，杨子。哎呀，哇，老哎。我们终于见面了。哇，我们终于见面了。想死你了，可以抱你吗？我想小羊抱。抱你吗？我想小羊抱。哇 ！OK 啊，我老魏，终于见面了，饭没有，想要看到。喏，哎，最近变到这样，整个人不一样掉哎，掉哎，变埋人掉，整个哎不一样子啊，样子讲话就有点不对啊哦。去倒回来啊，刚晒黑。去什么倒？黑人倒，黑人倒。去黑人倒就算了。人啊，妈 Yuki 讲来看 Yuki 的脸。还是变闹，整个你看越来越猥琐呀，整个脸。没有，没观众，我是不愿变帅。正好看到他脸啊，就是想报警的那种感觉，懂吗？是啊，完全没有安全感。报警，报警啊！报警啊！是买吃 KFC 还是你要吃其他的？吃 KFC 啊，没有没有。你是我大哥嘞，你讲一，我哪里可以讲二哦 ？OK， 哪一条换一条啊？来，喂，你不吃你自己的东西啊？你不要吃你自己的东西。你的饭标签，还有什么饭吗？啊，一口饭他，一口饭他。想尝啊？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那个太短了。鬼功夫啊！你笑吗？我想到这个，我想到那个在动物园的是吧？动物园。不要玩哦，来哦，喂，哪来跟你讲？哇凶我、哦、哇他凶我拿还给你了。有个对食物最有占有欲不抢的东西，然后一拔高你给你。很重要，你是偷人家东西。然后有个吃饭，人家有人跟他抢这样的。哇来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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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重归那种野外主食的感觉哦。有个开始了，来呀去外面，我们钓门钓快点买的鲍鱼。两个为了谁先，然后争吵。我们石头剪刀布，我跟林董石头剪刀布。OK， 石头剪刀布决定谁先。石头剪刀布。OK， 哎，赢了先。输了哎。OK， 来，林董先买材料。今天我煮的东西是豪华海鲜方便面。
泡面面 ，Maggi 面啊，澳花海鲜 Maggi 面，所以叫我们台湾 Maggi 面 Maggi 面。你找到材料要买三文鱼是吗？呀、yeah, ，四文鱼。四文鱼啊，我要买四文鱼，还是五文鱼？四文鱼啦，六文鱼要吗？没有，跟那林北跟你发气，冲到这边，我拖你两个 game， 很奇怪了，妈妈。来，看 Yuki， Yuki 给家用啊。我问嘛，小姐姐，我们三个姐姐吹哦。哦，可以，要不要？嗯 ，OK， 来问一下，有没有问？他在忙着，我们出来这边，出来这边。大哥，我打你，你在提高我让我下播发的你在做我让感觉是一万。哦、oh, ，ini paling tak handsome dia kan? Okay, sudah kita tahu. Yeah, thank you. Apa lah, dia. Okay, 我们已经买好食材了，现在我们就来跳去公园了。OK 吗？来，一、二、三。哈哈哈哈哈！我妈，这样多了，一、二、三。你笑死我！哇！到最后买不到老人去还 ticket 那些，所以我们现在就去公园了啦。我们不用用跳了，我很诚实哦。我们要正堂堂的从门口走出去还了 ticket， 我们要过去冲公园。哈哈，傻了。哇！哇！又来了这个，很久没来到公园了。哇，你看这个开始跳舞啊！来，我要看 Yuki 要跳啊。哎，大家啊。我在旁边，你说对，谢谢我们跳站不稳这样子啊。OK， 来 ，OK， 来，看啦，这就是幕后。一二三，哦，怀念这个地方。OK， 我昨天遇到一个很紧张的事情，我拍到一半的时候哦，一辆警察车搞经过，到这边走一半的时候，很慢的看着我们呢，他可能有看过我们的频道，给我们拿签名啊，可是结果不是。哈哈哈哈哈！两个人吃，他到我裤子差点尿出来耶！妈的，没有用，那个坏掉啊！来，你们看 Yuki 跳舞尴尬的样子。哈哈哈哈哈！对付。看到吗？这就是我们在 MC 在家的时候已经是被管杀了的，管到杀了啊！他是第一个先杀的，最惨就是他，很酷哎，我感觉。OK 了，所以我们现在已经拍完野外主持了，我也要回去做我东西了，因为等一下我就跟他们分散两边了。我 vlog 就到这里了，所以我们喜欢看我这样子很像就是尖尖的影片，尖尖的 vlog 的话，记得不要忘记订阅、加油、分享，还有不要忘记订阅小杨。哇，妈自己做一份啊！现在哦，还有我们很多人，马来西亚人都知道了 Yuki 创爱世界。喂，标政府也可以帮我看一下嘛。OK， 好，记得订阅我。妈，够敷衍算了。OK 了，所以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啦，拜拜。